国内的疫情现在这么严重，我们出国避避吧。好，去哪里呢？去地球另一边吧。去哪里玩一玩怎么样？那赶紧出发。夜深人静时，卧槽，现在也快封城了，怎么办？听说现在国内好的差不多了，我们赶紧回去避避吧。赶紧的。不过现在回国的机票涨到10万了。又如何？10万就10万，不缺钱。那赶紧走吧。欢迎回家，请配合安检，并自觉在隔离区自行隔离。还需要安检吗？我不想接受安检，不想别人在我身上摸来摸去。别人都可以安检，为什么你不可以？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，太掉价了，在国外都没人敢看不起我。你想怎么样呢？请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我就不配合，那你们把我抓起来吧，没见过世面，我以后就不回来了。那么你还有什么问题？那个，隔离的时候我想喝矿泉水。有热水壶，可以自己烧热水。烧的热水有杂质的，怎么喝了？别人都能饮用开水，为什么你就不行？在特殊的时候还想要搞特殊？你知道为了抑制疫情，前线的医护人员付出了多少吗？国家花费了多少的金钱和人力吗？别人都可以，为什么你不行，还要搞特殊？请配合工作，不要让大家的努力白费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会自觉隔离，不给大家添麻烦的。嗯，谢谢您的配合，那还麻烦你跟你朋友说下，让他按规矩办事，自觉遵守相关规定。好的。蓝，转过身来。干什么？你在给别人添麻烦不知道吗？凭什么？他们兢兢业业的在这里站岗，就是为了控制住疫情。我们不知道感谢，还在这里添麻烦，丢不丢人？可是，快道歉，我们接受了安检，并自觉去隔离。我就不。别打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这就跟他们道歉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承认错误，接受安检并自觉隔离14天，以后再也不给大家添麻烦了。